口腔溃疡中医称为口疮或者是口糜，它的基本病机就是火，老百姓常说的上火，我们把它分为虚火和实火。实火的我们用导赤散、凉膈散这种清热解毒泻火的方法；虚火我们用一些滋阴降火、生阳散火的方法。比方说治百地黄丸、生阳散火汤等等，外用还可以用一些云南白药、口腔溃疡散、口腔溃疡贴，还有外用一些冰硼散，都可以有很好的效果。但是我觉得中医的治疗都是从辩证的基础上来做，如果你要是本身是一种实性的，你再用一些火热的方法可能会加重。所有这种中医的治疗方法，一定要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下来应用。